哎呀，兄弟，你咋样了这是？今天必须宰一个呀！太隆重了，巴德拉，你这蒙古包多大平米呢？我这个是直径是8米，在这片草原上也算是挺大的了。我也想换个这么大的，正经挺好的。巴德拉，巴德拉，你这蒙古包来了，比大型蒙古包呢，哥给你送一只羊，这不挺好吗？感谢我哥，快进屋。好好，你这蒙古包搭的挺大的啊，老张让给我盖的，你们先喝着啊。 今天家里来的朋友多，都是给我庆祝新蒙古包呢，把这个羊宰了吧。哎呀，兄弟，你咋样了这是？今天必须宰一个呀！太隆重了，正经挺快呢。来，可以绑了，先绑前腿。来，我绑后腿。嗯，绑紧点，哥。行。行，好了，再来。 哎，绑上这个脖子就可以烤了。就是。哎，好了，可以烤了。嗯。哎，这么放。弟弟，摁一下开关。嗯。该上烤箱的盖，2分钟以后改刀吧。先进去喝茶，哥。哎，好。好了，可以改刀了。 改一下后腿，后腿的肉可是厚啊，朋友们。这个再烤1个半小时就可以了。烤了2个小时的烤全羊熟了。哇！我们的这个全羊撒上这个料，味道肯定没汁了。实际上来了，哥，那不挺好吗？<笑> 烤全羊可以出炉了，快拿进屋。烤全羊上桌，全羊可以吃了。嗯，来吧，比利哥哥，好。 啊，太香了！这最好吃的给我吃了。来吧，沃兰。嗯，烤的真挺不错呢。那不挺好吗？哥，我自己来吧。哇！试一上来了，哥。那不挺好。哇，自己来一个。 嗯，哥，这味道大拇指呀！来吧，再来弟弟。好嘞。嗯，还有啥吗？哥，那不挺好，自己来一个。 这烤的外酥里嫩，味道没汁了。嗯，巴德拉弟弟，嗯，你太热情了，我一来就你给我烤全羊。我这不该新蒙古包了吗？嗯，大家都来了，我烤个全羊就是吉祥。<笑><笑>大家趁热多吃啊。嗯，来哥，哎，来乌兰。 趁热吃！哎呀，巴德拉兄弟，你这人真是没得说。那不挺好？来，百四。嗯。哥，这烤全羊烤的，高，这都不知道。<笑>来，苏雅。我烤的这个全羊，大家都爱吃，说特别好吃，这不挺好吗？